有一位大哥来自提柴犬哈，咱这到养护家门口了，等大哥到了以后咱一起去看一下，走。看哈，这到养护家了，这是养护家的大狗哈，非常漂亮哈，柴犬，这是母的哈，这还有巨贵。咱养护去抱狗了哈，大哥已经来到了。哎呀，这应该是种公，这边也是哈，这边是秋田金毛种公，咱一会儿抱出来小柴犬看一下哈。看这么小点点，对，这抱出来了哈。对，这边是狗爸。腿后期都会退，绝对都退。他家摸他家的狗都是戴手套的。在搞啥？看那么大？他配的可能离得近，你哪会一拍视频你都嫌得大，笨狗小，对对。大了又麻烦。对，柴犬是越小越好。你老这个地方也是黑啊。对，必须要黑。这个尾巴露着，这是什么？那个没事的。他这个露着尾巴，露着点。他该倒毛、倒绒毛的时候没线，那个没线啊。这毛都得还得，都得倒，得倒两回毛就不见。都得把毛倒都换一遍。你看他这个小地方都没什么黑的，我跟你说啊。上岸的时候，到时候到了赤色，赤就把咱说赤人有老些人说是红色，就是还有一天它越重，到时候越红，赤的越红。这个狗，你看这个狗还不到一年了。我就说贵点便宜的我不在乎，我就说你别到时候我养养着越。绝对是到时候能，这个颜值绝对给你，我给你保证。要是那个标题的，你要能养成标题，你那样再来找。你找我是这个吗？你也过来，你看视频先打。要暂时可能还有吗？没有了吧？没有，还暂时还得倒嘞。你只要说要生的话，加出国还得两个人。啊，行，一会儿让他给装的。你不得有两个笼子吗？他笼子是得苍蝇不发黄红呗。对，你这里没有缸，我怎么弄啊？有个纸箱。长成这样的吧，看啊，代表这样。找纸箱才行。包括你说的那种黑嘴兔，哥嘞，后期都会翻，这个你放心。他给你放心。你是自个家，只要如果说体型，如果说一家不那么长，看到了吗？太漂亮了哈！给大哥拍视频的时候觉得大，来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小哈。呀，太漂亮了哈！看，不陪你练哥了。行，你慢点哈，哥嘞。好嘞。走了哈，去新家享福。